经为武林第一绝学，火烧真经之残本。18年前，贫道误失此经，抱憾平生。小子，如今你走火入魔，体内两道神器护持，冲断丹田，轻则武功尽毁，命走黄泉。走清灵，多为变数，这都不懂，谈何用剑？且听老夫指点。先说单套剑法的路数变化，来，以苍明剑法为起手式，接近对手，使出苍明剑法最基本的三段剑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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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接近对手，使出苍冥剑法最基本的三段剑招，即寒光乍起。僵硬至极，错击寒光乍起。僵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接近对手，使出苍冥剑法，即寒光乍起。僵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接近对手，使出苍冥剑法最基本的三段剑招。接近对手，使出不错，如此可教也。单套剑法也要讲究一个变字，倘若有招无意，不知变通。接近对手，使出苍冥剑法最不错，如此可教也。单习武，若东射大川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一旦行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你自小孤苦，心中苦闷，恐比旁人不胜。此劫于你，既是祸事，也是福子。若是等到四十岁后，筋骨未摧，到时就算有十个老子，他也难救你性命。万物应天地而生，各有阴阳，调和为用便是了。此时临阵脱逃，只会害死我两人，速让元神归位。知患即离，不讲方便，离患即绝，亦无见次。
有凹下的。你究竟在那莫高窟里见到了什么？原是摄魂经，还有妄念。在下孟京，受人之托来找鞠二娘，有劳二位。哟，我家掌柜的刚走，小毛，你先招呼着，我得去胖子那儿瞧瞧。好嘞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有劳小哥。客官见外，这是小人的本分。听口音，您是打东边来的？不错，我从京城来。嘿嘿，小的早年也去过京城，人杰地灵的。尤其是那牛肉面的滋味啊，现在梦里梦到还会流哈喇子呢。若有缘，京城再会，我请你吃个够。那小的先谢谢您了，您先进客栈稍坐，掌柜一会儿回来，有啥需要尽管吩咐啊。好，幸会幸会。走一走，最近这男子疯了似的抓和尚，闹得整。多谢小哥提醒。瓜中有乾坤啊，说了也没。不如一会儿再过来问问。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地，瓜中有乾坤、啊。我随便看看。
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定，瓜中有乾坤啊！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哎，杨子，富贵大漠今晚要变天了，咋整？瓜中有乾坤、啊，在下八荒镖局。哎呀，得了得了，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晚辈到了。富贵一刀定，瓜中有乾坤、啊。少侠请自便。怎么还不来？怎么还不来？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定，瓜中有乾坤啊！别催了，别催了，收拾完就走。瞧一瞧嘞，怎么还不来？富贵一刀定，瓜中有乾坤啊！走一走，怎么还不来？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定，瓜中有乾坤啊！大哥哥，你好啊！咋叫了？俺就这一个宝贝孙子。先找个地儿坐。三分情，七分骗。幸会幸会，滚开！前辈，我只是……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二娘还没到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别管他，咱接着喝。走你，闭嘴！来，再来。不可以少啊！六，输了，有乾坤啊！你都这把年纪了，赫然当初是我的敌人。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定，瓜中有。人会变，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定，瓜中有乾坤啊！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定，瓜中有乾坤啊！怎么还不来？哎呀，得了得了，见人就拉生你。瞧嘞，
子，赵家银子要变天了。花中有乾坤啊！又是柯染这小子干的好事儿，趁我不在，竟勾结赌房老板，打劫过路客商。花中有乾坤啊！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立。我打赌这一把年纪，等跑完这刀出来，回到连说镇，何果做东？咱哥俩再好好聚一下。得了得了，不管怎样，阿生，柯染终究是我弟弟啊。就两份醋鱼，怎么他娘的还不来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再等等。好事不来。就两份醋鱼，怎么他娘的还不来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再等等，好事多磨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定是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。天会黑，人会变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再等等，好事多磨。就两份醋鱼，怎么他娘的还不来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再等等，好事多磨。这二人似乎发生了争执。啊！就两份醋鱼，怎么他娘的还不来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再等等，好事多磨。不好，救人要紧。不妥，不妥。凶手应该还未跑远。哼，果然还有同伙。别躲了，出来吧。哪儿冒出来的愣头青？快把人！不好，全让这小子听到。看你往哪儿跑！点子杀手，风锦，撤！这些人好像与方才客栈行凶之人，并非一路。解释啊，导演。小哥，哎呦，您再别给我添乱了，赶紧上别处找乐子吧。喂，导演，求您了，您全拿走了，小子真的不好交代呀。导演，导演，滚！再吵老子剥了你的皮。哎，算了，为今之计，还是先去二楼看看情况。导演，喂，导演。导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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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导演，导演，喂，导演。
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！劳海火作，买卖成快。二娘还没到，还是在等我。二娘还没到，还是。二哥，想啥呢？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定。走一走，瞧一瞧嘞，富贵一刀定，花中有。不妥不妥。哎，老三，别管他，咱接着喝。二哥，想啥呢？哎，导演，老亮挂彩。导演，哎，导演。咦，尸体呢？难道这是？还是等二娘回来再做定夺吧。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你可没看到我在闭幕。导演，喂，导演。就两份醋鱼，怎么他娘的还不来？烧完五脏，烧完五脏，再等等。别闹了。求完你个龟儿子，出来帮忙！一群瓜娃子，没一个靠得住的。老娘养着你们一群大男人，就是让你们混吃等死嗦！真是的，就一头驴，还让老娘亲自去了，真他妈的都是废物！在。你是？晚辈孟京，您可？孟京。二娘，刚才奇怪的命案，我看到有人杀人，便有何奇怪？这来，漂亮，买卖成快。小兰啊，等爹爹这次赚了钱，导演，鱼放外面了，两份沙河醋鱼，客人催呢。你好，小哥。二娘，钥匙，钥匙在滚刀肉。不好意思，小哥。二娘，钥匙。滚开！这厨子蛮不讲理，若强。Yeah!